友们，乡亲们，你们好。今天2024年6月29号，我们麻花李刚校友会搞敬老聚餐演唱会的活动。你们能够很热心的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代表马华李刚校友会全部董事会成员向你们表示万分的感谢。首先我们要感谢巧爱基金会王景先董事长、王英来副董事长，他们对我们微博华侨的爱护还有关心，我们要向他们表示万分的谢意。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精彩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也不讲话了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午安。什么香？哇，不简单啊！什么香？刚才讲啊，那说起来哈，我们麻华渔港校友会啊，在香港其实是算是比较小的一个校友会啊，但是每一次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啊、聚餐啊，都可以办成有四几回啊。其实我们的团体是很小的，很不简单。所以呢，这个也体现了我们的校友们对发扬了麻华精神，也对母校的一个凝聚力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真的很敬佩马华，虽然地方小，但是那一种凝聚力，就是一个马华精神，团结友爱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敬佩的。除了我们马华的凝聚力，还有好朋友的支持。像今天其中有一对的朋友也相当支持我们的，就是马中文一队的舞蹈组，组的7、8位，每一次我们做活动。对对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，也感谢他们，谢谢。整整一年有多了，大家今天还能在这里聚会在一起，真的表示大家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度过这一年，好不好？很不容易的一年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要提起啊。以往没到五月，大概2、3个月，已经有大概4个人左右离开了我们。真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自然规定。我们只有在这里，是不是表示衷心的哀悼啊？我们希望大家都好好珍惜每一次的相聚，谢谢。多多保重。对了，张大哥，对，香港的巧爱基金在香港是非常出名的，一个的是团结的华侨团体，他对每一个香港的师团的校友会，今年呢，就以往一样啊，还是凡是满78岁，每一个人都到200块的红包，还有今年另外每个人送了一个。收皮带，就放在底下，这样每一个人都会发。哎，就是78岁以上的，还有每一个人发一份。谢谢谢谢大家，那现在就开始派200块红包那个，好不好？跟那个礼物，好不好？然后完了再录下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做一个表面，那你不用说。坐下
来，李汝从，李珍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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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彭真熙，彭真熙，张响真，啊，我再给你啦，李梅英，李梅英，李梅英，李北红，北红，宋柏言，宋柏言，庄水。彭英秀，英秀，郑聪，郑聪，林秀芳，张其仁，张其仁，郑其仁，张淑莲，来抓紧时间，大家坐下来。范仲，林延道，坐坐坐坐。林范仲，林延道，林春良，好，坐坐坐。陈一进，陈一来。你不方便讲，好了，啊，不方便讲，别关机，别关机。李凤英呢？李凤英，李凤英，吴碧兰，吴碧兰。Thank you.